周，十二位搭档将再次重组，男案组将被绑定。玉石山脚下简直是人间仙境，哪里有鲤鱼旗啊？那边，那边，嘿，都到了。那我们必胜，我们今天要拿第一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！就基本上整个人也出去了。活着回来！地狱一般，今天差点就死在这儿了。有点乱了，你先跟我说一下吧。你尊敬他没用的，你相不相信我？5月6日22点，江苏卫视《英菲尼迪非凡搭档》。非凡搭档由豪华汽车品牌英菲尼迪冠名播出。